买肥皂的钱都买不起，所以我一定要勤劳，我绝对要勤劳。我来了，今天到香菇大姐家来摘玉米。前阵子就跟香菇大姐说好了，我说等她家玉米熟了的话，我来她这里摘玉米了。你摘就摘玉米吧，你就挑个时候来嘛。你说这个样子的，你不连累我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，现在好多了。你扛玉米，我扛你。辛苦咱们是吧，大龙兄弟了，试一下。好吃。刚刚吃完了柿子，真的是太甜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去摘玉米。哎，先不要，我们先去摘玉米。哎，等一下用三轮车装回来。啊，去摘玉米。香菇大姐，先吃点那个蓝蜂蜜橘吧。我有的香菇大爷这么豪横，现在叫我们拿袋子来装。来了，十几个就好了。麻袋来了。开始开始，等一下摘的是石头的。尝一个看看，好吃吗？好甜。甜吗？嗯，还不甜哦。哇，甜过初恋是不是？甜过了狼哥吧。肯定甜过了他，是不是？上一次来的话还没有这么甜，这一次更甜。就跟你们一样，我们不勤了。嗯。吃到你家的这一个蓝蜂蜜橘，就让我感觉到了我带到了蓝蜂一样。我很感谢你们，来跑到我家来吃。It's Prague. 遵守着约定，我来了。今天来到了香菇大姐家的玉米地，我们开始采摘玉米，拿到集市上去卖。咱们可能要摘个几百斤回去。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玉米，这是水果玉米，它吃水果长大的，是的吧？好几张，看看，哇，好甜，好甜吗？我说了是朝甜玉米，是真的都好甜，真的是好甜。我们爸都早上，我早上拿的去就是人家拼命的求，我说带过去。真的是好甜，那赶紧，我先不跟你多说，我赶紧摘玉米。哇，身子都好甜啊！你也吃了吗？吃了，那受不了啊，甜的。你看，它叫什么？它叫小魏。小魏，真的好甜，今年九个月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哪个魏？卫生纸的魏吗？可以这么说吧。卫生纸的魏。哇，你这是野人啊！妈呀！大水果子很甜。这个搞几个玉米的话还得亏个本了。不亏不亏。香菇大爷同意了。哦，那就好。那就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赶紧再搬一搬哈，再找找大的玉米。嗯，在里面。那边的哈，那边的好是吧，走。为什么我喜欢种甜心玉米？因为我也算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。有故事的老太婆。在这里偷偷地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。嗯，我以前修了好多苦，他定在不就是三二的，我再来定一个女儿，是吧？农村的封建思想，你不三儿子不行了，这逃在外面逃了六年半，那个穷的呀，卖肥皂的钱都没有，不容易，都不容易，肥皂钱都出不起，出不起，所以我。逃了六年半，我现在那个小女儿也是第四个，今年从外国回来，在外国工作不大的四个月嘛，就没办法。你不送给你一下吧，不允许生，对，生下一代啊，第二代都不是偷偷的生的，至少管得严，把他四个月就从那个四个月，买肥皂的钱都买不起。所以我一定要勤劳，我绝对要勤劳。香菇大姐您这几年一直都是卖任何东西，什么季节的水果蔬菜都有，绝对不能坐到这里。我就是好了好了，香菇大姐，我就是不提起一次我就留意赵南朝北三路第六段才是我的儿子，把我的小女儿送去，现在养父养母供他读大学有点亏了，我就帮忙说我在国外五年，说今年回来了，是吧？我也很高兴，修我就是这头苦
我也是心甘情愿，我再累再苦，我也，你看我去年卖玉米的时候，我只要不管赚钱不赚钱，只要我们巴拉多的老百姓吃的甜心，买的放心，我就很高兴。对对，是吗？对对，是吗？他是您做到了，一位好大姐，对，小红大姐您做到了，我给你点赞。天天的起早贪黑，我尽量已经有30多年，不是我说娘家就开始做苦吗？本来是不想做这么辛苦的。女人啊，本来就弱小，但是做了母亲，她就变得肩膀也硬。没办法，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，不要我的儿子女儿跟我一样幸福，我一定要为他们造福，是吧？累了一辈子，看我们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好像就没有见过你休息。对，香菇、西瓜、杨梅，然后玉米，然后又还有其他一些产业，好多，真的没休息过。所以我不管做什么，不管赚钱不赚钱，有你吃我的我就很开心。现在我们就是来吃你的了，我们就是来的啊！对，我们现在就是来吃你们。嗯，很客气，很客气。走，我们就是摘玉米，开心一点。嗯，开心一点，一切美好都在路上。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帮着香菇大姐卖菜卖水果，她是我见过最努力最勤劳最勤奋的女人，女子本落做木则刚，她的一生最对不住的就是她的小女儿，每次提起她的小女儿她都会热泪盈眶，身为做父母的我们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悲伤，谁会愿意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人寄养？谁会愿意把自己的子女远离怀抱？你我也不能换来那诗篇。卖完了，大卖哈，啊，必须卖完，祝你大卖。卖完之后回来请你们吃饭啊。就这样啊，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啊。今天这一堆玉米，我全包了。看看你。600买了600多块钱的玉米，靠你看一下我们能卖多久。你们老顾客支持你哈，一下就买走啊！希望这些玉米在一天内给它全部消化掉。第一次哈，这个地摊生意越做越大了。下次咖啡店，你看一下我都吓出汗了。行吧，下次做你咖啡店啊。分店你来做摊主吧，店长。那你做一点最有份的例子。哎哎，这还没我吃，给他做第一单生意，搞最大的给我，王哥，挑，挑，够啦，又有大份，好，吃一下，师兄，再来一点，我还送呢，强买强卖，强买强卖呀，啊，还能这样子啊，嗯啊，来，我们来对比一下，好了，别闹了，别撑了，拿回家吃去，这才是大点的事情吧，关不到你明天的，能不能大卖知道吧？我这个给的钱绝对大卖，要开气嘛。还能缝吗？看秤是吧？啊，第一大生意。哦，就这样子是吧？那63、66岁，到时候要发68，这年68块钱啊？哎呦妈耶，没那么贵吧？6.8，好了，8、7块钱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走。喂，我去，捡到就是赚的。抱，来，这只手不能抱，这两天啊，这只手没力气。这两天估计小魏要累得不轻。我们的玉米已经装上车了，等一下就装回永丰，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开始大卖了。哎呀，看到这么多玉米，我心里面也是有点怕怕的，打心里话啊。不要怕，明天就大卖，大卖，大卖，真的。按照平时卖菜的感觉的话，每天的客人也就那么几个。要卖掉300斤，你要立即。不用急，明天一下子就卖光了。不是，我们这个玉米挺好。对呀，你没看到我生的玉米，生的就吃了一个吗？像吃水果一样的，很甜。水果玉米。相信人家摆了的口味啊，真的。也相信我的能力啊，明天咱们看一下，2个小时给他卖完，实在卖不完就拉回来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兄弟们啊，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